如果你是40岁以上女性，想要瘦腿、改善妈妈臀的话，那么一定要跟我来做这个5分钟，让你穿这个紧身牛仔裤也有曼妙的身材，年龄成谜。而且这5分钟相当于跑步1小时，2周就会见效。现在40岁以上的你就来跟我一起做吧，一共5个动作，每个动作做50秒钟，休息10秒钟。现在就来跟我一起做吧。第一个动作，震动深蹲，双腿双脚大概是与肩同宽就可以。然后这个时候向下，然后震动2下，然后再抬起来，然后向前紧胯，这个动作非常非常重要，上身保持正直，再向下，大腿与地面平行就可以，再挺起来，震动2下，再挺起来，感觉后面有个凳子要向后面去坐一样，再挺起来，然后你的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在下面的时候膝盖不要过于向前，震动2下，再抬起来，感受这个臀部的一个酸爽啊！上身挺直。第二个动作，左右深蹲，这个双脚是2倍肩宽的距离，然后这个上身挺直，然后向一侧蹲一下，再起来。当然能蹲的是越低越好，是吧？上身保持挺直，竖直的，然后膝盖也是向外打开，膝盖不要向内扣。然后另外一条腿，这是伸直的，然后这条腿是屈腿。感受你的臀部、大腿内侧，然后起来的时候别往向前顶胯，感受你腿部的力量啊，双腿都会在紧张状态，包括你的臀部。第三个动作就是箭步蹲，向前跨一步，上身保持挺直，然后向下蹲下去，膝盖略微的稍微快要到地面了，然后再起来就可以，然后再回来下去，膝盖快要到地面了。注意前面这条腿也是都是成这个90度角，然后再起来。做这个动作不需要特别快啊，慢慢的有节奏的。上身保持挺直，感受臀部的发力，包括腿部支撑的发力，慢慢做这个动作。第四个动作，髋部的震动深蹲，这也是练臀练腿最好的一个动作，也是我最喜欢的动作。这个双脚是打开2倍肩宽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2倍肩宽，就是这时候还是做深蹲，但膝盖要向外打开，然后大腿到跟地面平行的时候震动2下，再起身向前顶胯，然后感觉好像像后面要去坐一个凳子一样，是吧？然后你这个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不要过于向前，然后震动2下，哎呀，感觉到大腿的酸爽，尤其是大腿内侧，然后再来做，震动2下，上身保持挺直，向前顶胯。第五个动作就是交叉箭步蹲，这也对于练这个臀部也特别好的效果，也是这个你向一侧的脚向另外一侧去交叉，然后深蹲再起来，然后不要着急做，慢慢做，交叉深蹲再起来，上身保持挺直，感受这个臀部的发力和大腿的发力，然后前面那条腿也是膝盖然后成90度角，然后起来在将近接近地面的时候，后面一条腿将近接近膝盖接近地面的，再起来慢慢做，上体正直，感受核心的紧张，全身都是紧张的啊！慢慢做这个动作，感受臀部的发力。刚才做完了这5分钟，就感觉到臀腿的这个酸爽，就感觉到这个脂肪在燃烧，在这个减脂塑形当中，所以一定要把这个5分钟加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培养习惯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你是40岁以上女性，也想实现自己的完美蜕变，拥有这个完美这个精致的双腿，然后包括这精致的手臂、马甲线、蛮腰、翘臀的话，没有问题，我就会把我这个过去13年总结下来的40岁以上女性蜕变秘籍免费传授给你，因为我要做一个7天的一个培训，就是要帮助所有40岁以上女性实现她们自己的完美蜕变。里面我用的方法就是跟我帮助这个1867名女性实现完美蜕变用的方法是一样的。现在就会教你如何吃、如何练、如何自我激励、培养习惯，你也可以拥有你自己的梦想身材。其实你离好身材已经非常近了，真的没有那么难，是吧？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在下面留下我要蜕变4个字就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团队信息，因为这个方法真的是我这个过去做了三年压箱底儿的这个蜕变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这个3步法就是要传授给你，然后
然后所以我就想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身材，然后知道可以重新掌控自己的身材和人生，实现自己彻底蜕变，是吧？然后你一辈子能看到自己好身材的样子，这才是值得的活力吧。其实你也可以做到，没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报名，在下面留下我要蜕变四个字就可以关注我的团队信息。那我期待在这个培训里面见到你。